一边唱太难唱，一边过电流极棒。啊，有过的话，我们就有礼物送给你。因为地方妈妈想去放风的心愿，我们听到了。所以如果你过了的话，我们就送你去高铁之旅。太难唱了，气都用尽，想再出演戏剧的底，浮夸角色不值得你怜悯。那住在刚刚说到那个礼物，真的会去，是不是？垦丁本来就是我们每年，因为我是屏东人嘛，所以每年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候，只要有时间，我都会带孩子去垦丁玩。那这次旅行是没有孩子的耶？希望啦，希望，希望，因为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有一些浪漫的地方，只要有小孩在，你就没有办法，气氛就毁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真的。所以垦丁跟一些好朋友去。尤其跟女生，就会很 relax。所以你可以真的完全放下孩子这样出游？不行，真的、啊。你有试过最久可以多久？我没有。哦。你自己想一下，你觉得最久可以几天没有孩子这样？我们先挑战三天，好不好？哦，三天可以是吗？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但啊，我很怕一世成瘾，再也回不去對，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因为这一辈子就、就会，除非到孩子可以自己独立自主出去念书，或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了。那他会很黏妈妈吗？我的小孩啊，你觉得要怎么样才是黏？大概就是无时无刻都需要妈妈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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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都是出去什么？妈妈你要去哪？妈妈你要去哪里工作？我去哪里？我现在所有的部分都会跟孩子分享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对。那专辑还有听过了吗？从头到尾。哦，他们给得出一些。我只要写好一首歌或收好一首歌，然后录音好，然后啊配唱完，然后啊整个混音好，我都会跟孩子分享。就是用单曲的方式分享。那他们可以给出一些建议吗？毕竟他们年纪也蛮小的。妈妈，你可以唱一些快歌吗？那你会在浴室里面练唱吗？我从小就在浴室唱歌。那要演一些戏份吧，就是啊，这样淋蓬头这样冲洗头发的时候，然后再搭配一些表情这样。你知道妈妈洗澡都要很快吗？要赶快洗完，孩子会一直说妈好了没，好了没。